好，三年级的小朋友，现在老师来教你怎么样上传你的作业。好，那因为疫情呢的关系啊，我们的停课又延后了，所以呢，你们写了那么多的作业，老师都还没有帮你们看、帮你们改哦，所以怕这样子会累积太多。那从这一周这一周6月4号的课开始呢，请你呢，要。上传你的作业，还有小口试。好，首先呢，我们来到这个我们今天6月4号的这个上课的网页，这一页。好，我们6月4号星期五的课程这个网页，那假设说你们都上课都上完了，好，我们就一直往下拉。这些都是我们6月4号的课程，我们上完了。好，那你看，好，最后这边老师呢要你做这个小口试 （oral quiz）。OK，它在课本的101页，是 Unit Four 的，好，小口试。好，那你就把，你就用可以用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用手机录音录音起来，或者是其他方法也可以，好，那今天的作业就是 workbook 习作，workbook 习作。25页到28页，好，那这些功课你都完成了，那现在老师要讲怎么上传作业，好，这样子可以让老师看得到。好，这边呢，有一些注意事项，老师说明，习作练习簿、小考簿，小考簿必须含家长签名，这三种纸本的作业呢，每左右2页一起拍照一个图片档。左右2页一起拍照一个图片档，你不要1页拍一个图片，那这样太多了。好，然后第二个，小口试呢，就是一个录音档，那你的音量要够大，要够清楚。那上传图片档跟录音档之前，请你自己先检查好哦。老师要你上传的哪些？就是我们从停课到现在的所有纸本作业还有你现在的小口试录音档，全部你都先检查好，你是不是已经拍照拍好了？那录音档你自己再听听看清不清楚啊？那拍照呢清不清楚呢？那如果不清楚呢，老师就没有办法打分数了可能就会要你重做好，那再来。这些都准备好之后，你也检查好了，图片很清楚，录音也很清楚，那你就点这里下面一个连结，把它点进去。好，点进去之后呢，其实老师认为这个上传作业照片跟录音档用手机最方便，用手机最方便。现在每个人几乎都有手机了嘛，那手机的页面跟这个老师用电脑。打开这个页面是一样的，好，三年级上传，那也就是我们上课的顺便签到，也是一样啊，班级座号姓名填好，然后开始上传，你看这里有上传习作21、22页，一个档案，这是5月28的作业，然后23、24页一个档案，就是一张拍照的图片。那一直到下面这边都是还有我们5月21的作业5月21日的作业是，习作的49到50页，一个档案。好，那小考簿呢？你要订正完2遍之后，请家长签名，这是5月28日的作业。那全队的小朋友呢？全队的小朋友不需要订正小考簿啊，那你就拍一个自己的赞拇指传上来，拍照你的赞的拇指，给自己一个赞，你一定要传，因为这每一项的上传，的档案都要上传才可以提交，你不能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上传不行因为我们这个上传的表单就是一定每个档案都要上传。找办法做提交，好，那再来小口试，小口试也是一样好，就是在这边按下去就可以上传。好，那最后呢，再给老师一点上课小回馈。好，那我现在先来假装一下
我们怎么上传，好，比如说老师上传这个，好，这个习作作业，好，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说插入档案，选取装置中的档案，好，那像你的手机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按钮，按下去，那它就是那个作业的照片档。好，那假如老师随便选一个，好，假如是这个好了，一定是要照片档、图片档。选了之后，好，按下去开启，然后按上传。好，你要按上传这个钮哦，它才会开始上传哦，很快哈、哦，速度很快。那上传完了就是会呈现出来。这个就是一个你的作业的照片档。好，那我来示范一下小口试的录音档呢，也是一样，新增档案，按下去。好，那从选取装置中的档案，好，再点选。好，那它是音档，所以你一定是要那种录音的。假设说好，这个是老师录音的，好，我选，好，开启，然后记得要按上传。好，好了，好，这个是假设是老师的小口试的录音档。好，你看它这个长得不太一样，没有？它这个作业照片档是这个小小的照片图，然后录音档就是这个小小的这个耳机照片图。好，那最后假设说全部都新增档案结束了，然后所有的这个你都点好了，就按提交，这样就完成了。好。希望呢，小朋友呢都能够上传的很顺利哈。那有什么问题再麻烦随时反映给老师。